它就会晃动。那那不如就直接用强软底，因为它很超软。因为这个的晃动，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，就是说你要让鞋子没办法旋转的时候就没有，那不会。我那时候是，让周老师有做试验杆的架构，然后他会给你，他有四种模式，四张图，一个是就是左动、右动、上动、下动，有四种模式，然后接下来把它擦掉，让学员照着画就好了。他有底图，这样就好，这样有体验。我觉得那个还蛮简单的，因为我学起来。就是比较不会忘记。所以他还是用刚刚那个。啊，你们看看游戏有没有需求？不需要过关的影片。